各位同学好，欢迎大家来学习中国传统音韵学这门课。今天是这门课的第一讲，东亚的语言世界。在这一讲中，我们将首先通过一些例子走进音韵学，初步了解音韵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有着怎样的研究内容、价值、传统和方法。然后，我们将介绍一些学习音韵学所需要的预备知识，包括国际音标和繁体字等，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那么，音韵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其实，简单的说，音韵学所关注的基本内容就是汉语语音的历史变化。所以，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这方面的例子。说起汉语语音的历史变化，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我们都学过古代汉语，知道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同现代汉语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 对于语言会随着时间变化这一点，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不过在语音方面，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究竟有哪些不同，我们似乎就了解不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古代的文献是用汉字来记录的，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和语音的联系比较弱，所以在朗读古诗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细究古人的发音，而用现代汉语的发音来代替。 这是汉字带给我们的一大便利。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种便利也容易造成一种假象，让人意识不到汉语语音的历史变化。当然，既然是假象，就难免会露出马脚，尤其是在诗歌当中，因为诗歌的美感必须依赖一定的语音形式。所以，虽然我们以前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古代汉语的发音，但老师们肯定提醒过大家。 在朗读古诗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使用古音，比如下面这首诗里的“斜”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斜”一种读音，可是在这里最好念成“霞”，这样才能体现出它和“家”“麻”“花”押韵。那么，这个字在孟浩然创作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念成“霞”呢？其实也不是。 这首诗创作于公元八世纪的盛唐，属于汉语语音史上的中古汉语时期。根据今天的研究，它在当时通行的读音应该类似于 z a z a 用音标大致可以记成这样。大家可以感觉到它有一个比较浊的声母，这种声母在今天的普通话里是没有的，普通话没有 z a z 这种发音。 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在中古以及更早的汉语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浊声母。比如，我们来看一份中古时期的汉藏对音材料。所谓汉藏对音，就是指用藏文的拼音字母，而不是用汉字来记录汉语，所以它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汉语拼音。大家看到的这张截图记录的就是汉语版《新经》里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出自一份产生于公元八到九世纪的新经汉藏对应材料，发现于敦煌，后来被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现在收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这句话里“色”和“是”两个字的声母，分别是用红色和绿色方框里的藏文字母来记录的。它们在当时藏语里的发音分别是“西”和“一”，用音标来表示就是这样。 这些音标符号大家可能还不完全熟悉，不过不用担心，在这一讲的最后我们会来系统的学习。目前我们只要知道，这里红色的符号代表的就是“西”的发音，它和今天普通话“希望”的“西”的声母“西”是一样的。而这里绿色的符号则是它的浊音“ yi 也就是说，“ yi 和“西”的唯一区别在于发“ xi 的时候声带要震动。 这也就意味着，在写下这份材料的时候，书写的人有意识地用了一个清音符号“西”来记录汉语“色”的声母，而用了一个浊音符号“一”来记录汉语“士”的声母。当然，当时汉语里“色”和“士”的声母未必就同藏文的“西”和“一”的发音一模一样，但是在整个材料里，书写的人都有意识地保持了他们在清浊上的区别，可见当时汉语“色”和“士”的声母在清浊的感觉上。 一定是有所不同的。今天普通话里“是”的声母是一个清辅音 “sh”，但是在当时，它应该是一个浊音感比较强的音。其实，这种清浊感觉的对立，在今天的某些汉语方言里仍然保留着。比如“色”和“是”，在今天上海话里的读音分别是 s 和字，声母大致可以记成这样。所以，上海话里“是什么颜色”。 要说成“日三”“三”“也色”，这里我们仍然不能断定“色”和“事”在古代的声母就一定同上海话“色”和“日”的声母一模一样。但是，它们在上海话里清浊感具有原则上的不同，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们从汉藏对应材料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上海话以及其他许多无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保留了古代的这种清浊对立。 看了“色”和“世”这两个佛经里的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佛”字本身。这个字在上海话里读作“佛”，比如佛教读作“佛教”，可见它的声母也是有浊音感的，可以大致记成这样。而这就把它同佛的词源梵语的 “buddha” 更好的联系了起来，因为 “buddha” 的第一个音也是浊音。根据季羡林先生的考证。 佛其实不是直接一字梵语，而是通过了一些中亚的语言作为中介。但是在这些语言中，佛的第一个音也是浊音 b。当它在汉代传入汉语的时候，汉语便用了一个具有类似声母的字来对译。我们从其他资料中了解到，当时汉语里还没有像上海话 “b” 这样的音。佛在当时的声母就是具有浊音感的 “b”。这个音。 后来在上海话里变成了“无、呃”，虽然具体的发音有了变化，但是仍然是一个浊音；而在普通话里，它就变成了清辅音 “f”。呃、看了方言的例子，我们再来看看日语的借音。我们知道，日语中有很多发音形式其实都来自古代汉语。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古代具有浊声母的“士”字，在日语借音里是怎么念的呢？ 我们来看“是非”这个词，它在日语里念作 “zehi”。比如对是非的判断叫做 “zehi no h a n d a n 可见“是”的发音在介入日语的时候，应该也是具有着声母的。其实，在 “zehi no h a n d a n 这个表达里，“是非判断”四个字都借自汉语。虽然它们的发音在日语里都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是变化都非常有规律，而没有变化的部分。 比如“是”和“断”具有着声母，“非”和“畔”具有亲声母，其实反映的就是他们在古代汉语里的情况。刚才我们还看了“佛”字，这个字在早期的日语借音里也是有着声母的。不过，比“佛”的日语借音更为人熟知的还有一个 “Zen”，也就是西方语言中“禅”这个词的来源。我们一般都只是说这个词来自日语，但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日语的 “Zen”。 其实还是来自汉语，和世子一样，虽然它的读音在日语里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是声母具有浊音感这一点没有变。而再往前追溯，汉语的禅其实又来自禅那，而禅那则是一个音译词，最终来自梵语的 “liana”，意思是静思。可以看到，这个梵语词的第一个音节也是一个浊音。以上我们看了来自汉藏对音。 上海话和日语借音三方面的证据，现在让我们来稍稍总结一下。可以看到，这些材料来自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我们的汉藏对音材料是中古时期用藏文字母记录的汉语，上海话则属于一种现代的汉语语音，而日语借音虽然产生在中古时期，但是我们是把它当做现代日语来读的。从中古到现代，它在日语中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用现代日语的方法来读的日语借音，原则上也是属于现代的。以上这些零散的材料，每一种单独来看，其实都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现代汉语的方言语音，还是其他语言中的汉语借音，或者用其他文字书写的汉语对音，都不能简单的和古代汉语的语音划上等号。但是如果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互相比较，它们就不再显得那么偶然了。 而是可以互相印证，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推出古代汉语语音的原貌。刚才我们就是利用上面的材料，逐步确认古代汉语在声母方面很可能存在一些现代普通话所没有的浊声母的。那么在韵母方面，古代汉语是不是也有一些现代普通话所没有的特点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这方面的例子。